怎么说，这把冰心破剑者全都出也没了，我要反灯包了。怎么说，小薇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真要用啊，有 TP IG 在干嘛？我不是小薇在干嘛呀？太提速，还好薇这个烟头别别别吃到。谁在指挥他？谁在遥控他？说话！我被怼了呀！横店一上去立马就后悔，怎么说有感觉？白鹿在卡视野先 A 了一下，抓过来的下路能先到，天真早了呀，天真哟，被冻住，人头给谁？人头给亚飞吗 ？OK， 没办法，烫死了。想让，但是烫死了。对，是想让的。好像是于正真死的。哇，这不还要抓杀人吗？都这么惨的。内线过去了，不控了，再逮他一波。这把三月都不想玩了，死的。死呗，一秒就两秒。死呗。你要再打他是不是要吃冰？不想玩了、啊。哇，还被叠了成不灭。啊，没升就升级出战。OK， 怎么说给你推步一张？对。我选手吧，真想去打。你好像他们已经有指定选手，小薇也去直接单杀了。啊？直接单吃了零杠三，天真八分钟，自冲，对吧？抽呗，闪灯刀了，这闪灯刀了，飞天在干嘛？啊，天真在干嘛？这个天真要干嘛？不是天真是真的昏了，怎么说？天真。我知道他想干嘛，他想回 LD。哎，但是后续打得不错呀，兄弟。打赢了，打赢了。给天真道歉呀 ，AJ。庞月也被斩，一波经济直接拉回来了 ，IG。哎，上路被抓了是吧？哦，应该是又被逮了，对。又被逮了，然后直接放前锋。哎呦，这把小布要 C 了，小布什么情况？小布不会把对面三人当 AC 了吧？不知道啊，不会当基泰了吧？不会当列特密了吧，兄弟？什么意思啊？应该是单自拍，兄弟。哎，预判大招。减速，哎呦！我包机了，哎！拼什么情况？这么帅吗？在干嘛？李飞来了，沙烟在上路怎么办？现在不错，我觉得试试打六。说小龙直接踢下来，叫大招剑姬挡一下，小薇的血量很低了，过来锁头硬锁，德莱文硬闪现过去砍。哎呦 ，IG 的冲阵这么厉害吗？就是要打呀，派克勾过来，金鸡打团不如三的一根，确实就是、啊、他会说老子勾啊，是打野，我给你吃 buff， 给你脸呢、啊，还抢我野怪。我今天想吃，我今天后期想吃打野的红，他自己拼我哎。对，我跟你说，打野这样真会生气的。哎，格挡，小布要打几个呀？小布，哇哦，一打五了呀！小布，你在干嘛呀？小布，一打三，行，出一句求你来。怎么说，小布，真别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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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闪现晕开两个，打得过来。绿毛叫大招，能走吗？绿毛。前这边站的不好说，小布踢过来了。小布怎么踢过来？也赢了，还行。进不来。其实他来不来都赢了，看了一下。对，来不来都赢了，不如澳门。有点恐怖的这地方。哎，伤害开大了，小薇这位置很危险。怎么说 ？LP 大招给过来。天真人吗？哎是。我说实话，天真我看出来他是真想回 LD 了，不开玩笑。
这么直白的评论吗？你如果仔细看一下他这一把的表现的话，包括他上一波团战，你就会有这种感叹了。哦，台，但小威真的好肉啊，永栓一刀两刀，小布挂破绽，哎呦，砍疯了小布，减速还要砍啊？什么情况？这把要改名叫布神。OK， 布神。不两把都是都是把 IG 虐了吗？IG 那个中野两兄弟去哪了？打野好像直接被飞了，中路还在。这样的吗？对，打野直接不在名单里面了。这个听着很暴力的，这个。确实，天真感觉是该再去 LDL 磨练一下。也有可能是小威打的好，说实话，这两把被小威碾压的，有点不知道在干嘛。